今天我们也欢迎来自 Magic Road 的负责人啊，我们开朗，还有 Zack， 还有给你掌声，我们的美容院的所有的同事。所以今天我们顾名思义是对这个产品多点认知，然后Arena 之前也做过无数次的脸，然后出来效果呢，我觉得产品的说法。我们双脚跳舞啦！跳舞啦！跳舞啦！我咧就介绍下我就系 Arena， 大家好。好。仲有咧，人嘅我就人生中咧最开心到最开心嘅一件事就系多谢阿汤。喺我用呢个产品咧，我都系抱住嗰个心态，嚟戏都有得试 ，OK 啦，试下啦。多一个品牌冇乜所谓噶嘛，啱冇先？我坦白讲。什麼產品我都是願意嘗試，也都嘗試過很多種產品做，直接遇到 Magic Blue 這個產品呢，就給了我一個肯定。給了我什麼肯定呢？即是產品會講話，變成了我的未來呢，不是由我自己把口講出來的，是由身邊的朋友呢來幫我講你最近漂亮了很多。所以其實基本上以前我是有接觸很多美容產品，那我們不是屬於很專業的，所以人家說，欸，這個東西不錯，那你就去嘗試用啊，然后用了一个时间，你觉得说没有什么感觉，然后没有什么啊，然后又放一边了。真的很，我很幸运遇到 Helen 在这边，他就帮我刚才在里面就做了一个 facial， 然后之后我就觉得说，他说其实你的我的脸其实蛮有皮肤性质，蛮有一些问题的，就是那个保护膜受损呀， yeah. 我自己都一直不知道有这一方面的一个问题。他说放心，这个产品应该可以帮到我，他就刚刚帮我做了一个 facial， 然后我就感觉到，哎，怎么我的脸那么亮？我说涂了些什么照片？然后说没有，这都是你自己皮肤底层亮出来的。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个品牌呢？其实它的整个 treatment、整个原理、整个 principle， 它都有一个很逻辑性的去帮你们怎么样去管制你们的皮肤，怎么样去了解你的皮肤敏感，那到底什么敏感？那为什么？如果这个不是帮你买一个，差不多就翻单。没有大红，也可以掌声各位漂亮的嘉宾的嘉宾，谢谢。